今天带你们看看河南的宝具有多便宜，点宝1块钱3个。没这一说，喝胡辣汤就起不来。现在都9点多了，我才出来，希望还有饭。这是油馍头，这是土肉饼，地龙、雪龙宝，这是没有赶上点宝啊！我现在已经没力气说话了，先吃掉。这个我今天挺冷的，这个花糖下去胃都很暖的。我看别人说龙宝也没有那么小，感觉我这个龙可能是整餐费了。你看怎么能整得这么稠，是牛肉的。这个是蘸酱饼，挺好吃的。就是这个呗。被养的正正。的味道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，麻麻的、辣辣的，不过是胡椒。但是我忘了它里面放的是白胡椒还是黑胡椒，辣是放的有辣椒吗？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我知道它的口感，就有点像和面糊的稀饭。面糊的稀饭不是只有河南人懂吧？它做好以后会在上面淋点香油，喝起来也特别香。泡过以后的油馍头就外面吃着它有点酥酥的，里面特别软。我们这边的胡辣汤主要以芍药镇为主，我看到还有北五路，但是我基本都喝芍药镇，因为这边芍药镇遍地都是，北五路只有那一两家。我们河南的胡辣汤分为我知道的哈，芍药镇、北五路。我看度娘娘说方中山也是一个派系，但是我不太确定。想想冬天天的，我知道了，这种小笼包没有发好。你看下面就有一种被烫的漏油了的感觉。好香，这个皮韧韧的。点宝吗？哦，我要2块钱的点宝，1块钱3个。这个是牛肉点宝。这个挺好吃的。里面看着橘黄酥脆的，这个挺大一个的，我感觉都跟这个龙宝差不多大一个了。给你们看看里面的馅，这1块钱3个芝麻。俺这边很多清真餐馆，基本上里面的肉不是牛肉就是羊肉，像我今天吃的带馅的都是牛肉。好像是因为河南的回族比较多。
吃饱了，拜拜。